你下一点回拢到他人客咧等，啊对嘛？对，从我知影人客咧等，唔然讲你心情拖你人客去嘛？我有跟你回啥吗？啊是那个体质落的，你都讲我几点要去？我看看你那个人几点要起来啊？你那今天不舒服，吃药了，是不是让他休息到饱？不是，你那一包送回来，你个拖地是不是太小啦？要叫他生他拖吗？哎、欸，你那不是咧拖地袂忝咧，我来看咧。小飞，你别抠死他！报道台，你个新小飞，你别抠死他！